怎么了你啊？刚刚不小心弄到了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天哪，皮都掉了，疼不疼啊？不疼，这太平常。这还不疼？你看，真的是。你这附近有没有那个包的地方啊？没有。那创可贴家里有没有？这都是小事，不用大惊小怪的。哎，那你别搞了啊！别弄了，好吧？你快回去做。我来帮你弄吧，好吧？我等一下弄脏你衣服了。这次是真的分的。这次彻底分手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那太好了。哎，你这现在漏过什么？没有现在的好，我只是感觉啊，有的人又有机会了。